在这头呢就住了四十几年，都是自己打理自己啊。经过几次的大病，心脏中风，平安中真的很及时救了我一条命。过年过节我生日会打个电话来，作为一个老人家，孤独的老人家，我觉得很舒服。请捐款支持一线通平安中慈善计划，同一月亮下，即使不相识，你可以出分力。